75。我会做饭的，他们不是说都说没看过我做饭吗？是吧？今天炒了菜，思念来了吗？思念还没来。思念天天说我不会做饭，只会吃的吗？思念呢？思念来了。思念来了没有？思念还没来。就一个菜没有啊？没有。今天中午去吃的。有四个菜，加柠檬凤爪有，至少有四个菜的。然后晚上不在家吃，所以我们那个洗菜，那洗菜肯定要洗干净一点啊，是不？思念，那个安静，你肯定要洗干净啊。四个加柠檬凤爪，炒是炒三个菜。但是那个柠檬凤爪昨天晚上做的，可以那个。我们今天就随便吃，我姐姐今天去买菜的，她那个隔三没做，就没进去菜场里面，在外面买菜，在外面怎么回事？哇塞！什么菜？青椒炒鸡蛋，还有血里红。还有胡萝卜炒肉，还有那个鸡掌，柠檬鸡掌，尖椒炒肉也是好吃，对。但是买肉是昨天买的，他今天我姐姐没有到那菜场里面去，他进去不了，他那壳山有几天没煮了，就不能去。今天炒鸡蛋，炒鸡蛋也好吃的，也好吃的。快修了哥，好，菜弄好了，我去拿点肉来。安静，好像你也说过我不会做菜是吗？你也说过，说我不会做菜呢。姐夫呢？姐夫还没，姐夫上班呢，他上班了。